我们这次主要有五首左右的新歌，有 Flying Get 非常入手，然后是石头剪刀布、大山钻石、为了你、鸡尾云，然后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才开始排练的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我们今天演唱会有两首 UNIQ 曲是根据粉丝投票选出来的，我们是按粉丝的意愿来进行演出，我觉得这算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互动方式。为了演唱会是有增强了很多，我们差不多从早上8:30开始，然后到晚上11:00结束训练。我自己是觉得还比较有压力的，因为毕竟是我们 SNH48 的第一场演唱会，可是我希望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谢谢。然后我们现在也就是在SNH48 的周边也在销售这个毛巾，所以希望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。现在演唱会结束之后，我们主要的行程是有个关于我们团队的网络剧，然后我们全一起去天津拍摄，然后因为其他的还没有下来。拍化作樱花树的时候，因为是回到校园，是回到校园的生活，所以觉得自己都很开心。然后大家一起坐在学校的坐在教室里的感觉，就好像是自己的同学一样，好像大家真的在上课。然后在拍摄的期间，我们也会拿篮球，大家一起打篮球，所以觉得很开心。